一个前几年很红的动画，前几年吗？去年吧，去年很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猜，一个是今年有电影版，前几个月，对，好像，我的关键字才刚出一点点就猜中了。好，现在下一首歌是《刀剑》的 OP One。Closing File 就是最十年了吗？好久哦！每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就想说，哇塞，从以前小时候看，然后一路这样长大，中间到底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对，那现在的这，然后这首之后呢，另外一个也是 Lisa 唱的，然后是今年很红的动画，红到小朋友大家都会唱的。鬼灭之刃，对，鬼灭之刃很大家都会唱的，就是那个红莲华。好，所以我接下来要两个 Lisa 的歌曲。好。